直到你哭了，我知道你累了，直到我疯了，一个吻成就两个坏人，我对的时间才对了，两个人别爱了，是该死吗？我们欢迎九泽 CP， 哎、yeah ，大家好，我是邱鹏程。大家好，我是陈雄。这个好累哦，怎么了？这样一张抬头、啊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刚刚彩排的时候应该是零九在你那里。哎，对，我说我不小心换了位置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样讲话我的那个脖子有点痛，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凳子可以。你说木板没有凳子、啊？我是发现他们越来越高了，我们要不要跪下来？他们哦，真的有，真的有。哎啊啊，这样才有气势哈、哦！不是、啊哦，我们发觉他们哈、哦、还在发育啊。上一次哈、哦，上一次我们这个舞间琴的时候啊，对对对他们两个才到我这里而已啊。你看现在怎么是吗？鞋垫的鞋垫，就厚一点，今天稍微有6公分啊。真的是越来越高，那个人气也越来越高。我认识他们，其实因为是我女儿。对，对，因为他的房间都是他的照，他们两个他们的照片。对，哎，不能得罪人。昨天说。你的女儿的房间都是洋葱的、啊，可以这样讲吗？没有没有，他乱讲，开玩笑。舞间琴呢，是因为这个志玲的女儿很喜欢，所以每次那个颜志玲看到他们的时候，就是就很像疯狂的歌迷一样，就跟他们拍照，然后就献给他的女儿。你的女儿在哪里？好，哇，他会，他回去可能我会被他骂。你不能讲在哪里？哦，不能讲。而且害羞一点，而且他说不可以告诉别人说。就是他会很害羞，这样真的很少看到有比我们帅的哈、哦，所以他们没有比我们帅。我从来不会骗人，我只会乱讲话。听他讲话，不要太认真。这样